高中历史外国史旧课纲教材第四册题库附答案单元一二星号世界史观与历史思维遗失题为单选题。一、有关于史观的定义，下列何者的叙述较为正确？ A. 史观只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与路径。 B. 史观是一种经由历史经验组合而成的一种判断价值的观念。 C. 史观其实就等于思维，其实一点都没有区分的意义。 D. 史观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绝对无法被改变的。二、甲学生在报告当中写着，中国人是一个重视传统与历史的民族，因此重视时。即印度人是一个喜欢思考、重虚幻玄思的民族。其实平心而论，我觉得中国人会活得比较充实。印度人虽然不喜欢这种价值观，但身为印度人却得接受这套价值观。你如果是他的老师，你应该怎么告诉他才是正确的？ A. 这一份报告真的是做得太好了，非常完美，没有缺点。 B. 这一份报告请拿回去重写，根本没有一处是正确的。C. 这一份报告虽然部分是符合事实，但您的报告结论过于主观，有些背于实际情形。 D. 这一份报告虽然部分是符合事实，但您的报告结论过于客观，有些背于实际情形。三、某高中的毕业旅行是到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做参访的行程，参访过程中在展览橱窗中发现一幅明中叶的世界地图，该地图当中一个斗大的中国几乎占满了整张地图，周围有日本、朝鲜、越南，再远一点的地方有意大利亚、佛兰西等国，但是加起来都没有一个湖广行省大。以现在的世界地图角度与历史常识来看，对于此可以如何解释？ A. 因为中国人的世界史观向来骄傲自大，即便已经有了先进的航海技术，到达了欧亚非诸国，但仍执意将的图画成这种模样。 B.因为当时并不重视于地学，会去画地图的人通常是以落地世人居多，学识不足，不知天高地厚，如果请内阁大学士来画，绝对与今天的地图符合。 C. 世界地图所显示的范围的确是当时中国人所认知的世界，虽然已经大略知道世界上有哪些国家，但来往不密切，也不清楚它的模样，甚至不知道其所在之位置。 D. 以当时之技术与所知，应该已经可以画出相当于今日程度的地图，只是在清朝的时候地壳发生变动，才变成今天的模样，因此明代的世界地图与今日有所不同。四、欧洲的价值观在近代的历史发展中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中国人有句话，风水轮流转，现在的世界史观亦非皆以欧洲马首是瞻，其中的原因可能为何？ A.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内耗，使欧洲丧失了领导世界趋势的实力。 B. 日本以亚洲国家之身份击败俄国，欧洲势力从此不敌亚洲国家。 C. 欧洲世界进入了黑暗时代，蛮族横行霸道，毁坏欧洲文明。
D. 拿破仑战争以后，中南美洲的独立成功，象征欧洲的价值观与其历史观不足以影响全球。五、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徒与回教徒之间著名的战争事件，暂且不论战争的结果与其意义为何，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来为这一连串的战争做一个定义。 A. 这单纯只是统治者为了实践其政治野心的战争。 B. 这是属于世界思维上发生冲突的一场战争。 C. 这是属于不同宗教史观发生冲突所引起的一连串的战争。 D. 这是一连串以宗教为名行种族报复之时的一场战争。 6.每一次的大型国际战争或会议之结论，几乎都会造成欧洲势力分布的大洗牌，而风貌都多少有所差异。但其中一次世界新秩序的确立，其主导者却是已恢复遭破坏前的旧秩序为号召。请问这是发生于哪一场战争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 B. 三十年战争。 C. 七年战争。 D. 拿破仑战争。 7.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以恢复古罗马的光荣为号召，穷兵黩武危害世界和平，并派兵入侵非洲伊索比亚，在二次大战中与日德勾结，最终还是遭到失败的命运。我们在此暂且不论墨索里尼的成败对错，但您了解墨索里尼提出的恢复古罗马的光荣的意义趋近于下列哪一种说法？ A. 所谓的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指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以庞大的帝国组织一度左右欧洲秩序的光荣。 B. 所谓的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指的是恢复罗马帝国跨欧亚非三洲及企图征服全世界的光荣。 C. 所谓的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指的是恢复东罗马帝国独立对抗回教徒与西欧蛮族国家的光荣。D. 所谓的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指的是恢复19世纪意大利完成民族统一的光荣。8. 柏林会议是俾斯麦担任德相任内的一出重要的大戏之一。俾斯麦召开柏林会议的目的在于维持普法战争以来欧洲的秩序，但会议的结果不但没有如俾斯麦所愿，反而促成另一种形态新秩序的产生。试问该新秩序的形态为何？ A. 三大世界势力的对立。 B.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 C. 欧洲一强独霸的局面。 D. 各国均未结盟，彼此势力相互制衡。九、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大肆宣扬屠杀犹太人的理论，有许多的德国人在受到希特勒的鼓舞之后，成为希特勒的帮凶。我们可以说，这一些德国人民，他们是受到了哪种影响？ A. 世界史观的正面影响。 B.历史思维的正面影响。 C. 世界史观的反面影响。 D. 历史思维的反面影响。 10. 现代人一方面可以用电话越洋和亲友通话，可以用电脑大量储存资料，可以免于对霍乱等流行疾病的恐惧，
另一方面却笼罩在核子战争的威胁之下，抱怨现代工业的污染，担心电视画面对儿童的不良影响。这一切的乐观和悲观所拥有共同的根源为何？ A. 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 B. 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 C. 哲学对人性的深刻反省， D. 文学对生活的忠实反应。11-16题为多重选择题。11是判断下列哪一些选项所记载的是属于历史解释。 A. 三年癸卯，永历复制于台湾，朕经由奉明正朔，称永历17年，节录。自台湾正式记事卷，川口长如编撰。 B. 汪精卫，有人说他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第一号大汉奸，但他当时的投敌是为了当汉奸而投敌，还是为了救国的忍辱负重？我觉得这都还有讨论空间。 C.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击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 D. 1854-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遭到重大的失败，于是促成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决心进行一连串的改革运动，但由于最后亚历山大二世仍然遭到暗杀，所以之后的沙皇又走回了原本保守专制的老路子。12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与整个世界都历经了数次势力的划分与重整。试问下列哪一些国家曾经主导过欧洲或是全球新秩序的重整？ A. 西班牙， B. 葡萄牙， C. 法国， D. 澳国， E. 德国。13下列哪些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形成的叙述与配对是正确的？ A.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澳国崛起，西班牙更为衰弱。 B. 拿破仑战争，拿破仑统一全欧，占领英俄，重新划分新秩序。 C. 柏林会议，欧洲分成三大集团，分别是协约、同盟、轴心三大集团。 D. 无敌舰队之役与七年战争对于英国海军的称霸世界均有正面的意义。 E. 世界秩序一直到今天为止都仍然在欧洲的掌握之中。 14某位哲学家曾说过，任何的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绝对的好坏，这些标准都是相对的。同样的，过度的宣扬自己的文化而贬低他国之文化，好处在于可以提升自己民族自信，坏处在于容易引起与他国或外族的冲突。这种褒即贬他的论调称之为文化中心论。试问在下面的事例与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中心论的影子存在。 A. 我大清帝国乃天朝上国，尔等诸藩蛮夷戎狄不服王化，竟敢兴兵作乱，犯我大清江山，虽平视其械怪术之巧，暂居上风，但中国5000年之博大精深，未尝无法整治这般蛮夷戎狄。B. 您好，这里是门的杨建设，在林口的这一系列别墅目前已经快要销售一空，我大概为您简述一下整个别墅的外观与内部陈设。在您进门的地方有一座欧式的花园，屋顶是中式的庙宇形状，内部有一间和室，
最适合居家使用。 C. 印的安人与黑人的风俗都是落后且不雅的，我们白人有义务指导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文明且进步的道路。 D. 阿嬷，你别那么古板好不好，谁说晚餐一定要吃饭不能吃披萨。 E. 对于形成雅利安这种高等的文化，作为奴隶的其他低等民族要比家畜更加重要。德意志的伟大祖先一手拿剑，一手扶犁，从其他的文化上低等的民族那里为我们争取到土地和生存的空间。所以体能上不适的人便没有生存的价值，雅利安的血液必须是纯的。15. 有位历史学家在一本书中写道，通关历代，凡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势，凡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于骑兵。因为骑兵在古代战争上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子武器，以步兵对抗骑兵，总是失败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段话？ A. 这段话中，其故在于骑兵，之前的部分是历史事实，之后的部分是历史解释。 B. 这两个部分的叙述都是历史解释，不是历史事实。 C. 历史学家提出的看法自然是精确的，无需怀疑。 D. 以步兵对抗骑兵，总是失败的，只是这位历史学家的看法未必正确。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相反的例证。一，把历史上的骑兵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子武器，并不恰当。十六，二十世纪有位历史家如此说：历史是历史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终止的对话。由此可知，此人所认为历史知识的性质可能为何？ A. 绝对客观的，史家要不断收集史料。 B. 过去发生的事情，史家可以完全掌握。 C. 相同的历史现象，由于史家的观点不一而有不同的解释。 D. 史家由于他对现在的关怀，挑选有意义的问题来讨论。以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都是不证自明的。 Answer 1 B 2 C 3 C 4 A 5 C 6 D 7 B 8 B 9 C 10 A 11 B D 12 全 13 A D 14 A C 一十五 ，B D 一十六 ，C D。单元三星号科学革命已久题为单选题。一，十七世纪某科学家曾经对当时的一项理论提出质疑，在上帝的主持之下，整个宇宙的秩序应当是简单而和谐的，不应该是复杂而难以了解。一个完美的秩序应该是正圆形的轨道，绕着光与热的来源静静地运行着，别常常把自己所处的地方视为天体的中心，一切只有上帝的安排才是真理。这一位科学家可能是 A. 哥白尼 B. 克卜勒 C. 伽利略D. 达尔文。二，请问欧洲社会对于巫术严重的迫害是爆发于何时？ A.
中古黑暗时代。 B. 宗教改革之后。 C. 工业革命时期。 D. 黑死病流行时期。 3. 教授对他的学生说，一个科学假设是否正确，要看他是否在推论上没有问题，而不是看是否真能用实验证明。请问他正向学生介绍何人的研究方法？ A. 培根。 B. 霍布斯。 C. 笛卡尔。 D. 牛顿。 4. 在旧教盛行的国家，以宫廷和教会为中心，发展出雄壮华丽的艺术，这种艺术既足以夸耀王权声威，又可以表彰旧教的荣耀，配合反宗教改革的推展，因而被大力的赞助发展。依你判断，这应是哪一类的艺术？ A. 古典主义。 B. 巴洛克。 C. 浪漫主义。 D. 文艺复兴。 5.科学革命时代，有位学者与有关社会与政府性质的书中，利用演绎法与归纳法研究，认为国家是由许多人民组成的巨兽，并主张建立一个绝对权威的政府来控制人类自私侵略的本性。请问这位学者是谁？ A. 洛克。 B. 蒙田。 C.笛卡尔。 D. 霍布斯。 6.17 世纪科学革命时代，不论是文学或观念上，普遍都呈现出一种悲观的表象，这与当时的一个政治事件有相当大的关系。试问这个政治事件是为何？ A. 三十年战争。 B.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C.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D. 法国大革命。 7. 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说为何不能真正解释所有天体的运行？ A. 因他相信天体运行的轨道一定是正圆形的。 B. 因他的学说太过复杂。C. 因此时欧洲人还缺乏一种单凭智能来了解世界的态度与信心。 D. 因他的学说缺乏数学与天文学的依据。 8. 某人指出，我发现四颗行星，发现银河系是一团星体，这是以前天文学家未曾观察到的。借助望远镜清楚出现在感官前，古往今来烦扰哲学家们的争论，为我们看到的证据所破除。这种说法最可能出现在哪个时期？ A. 天文学是15世纪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15世纪的事。 B. 科学革命是16世纪肇端的，所以这是16世纪的事。 C. 望远镜是在17世纪发明的，所以这是17世纪的事。 D. 能如此观测行星者只有牛顿，所以这是18世纪的事。 9. 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思想都被公认是合乎科学方法，因为他们的思考方式都具有下列哪一种特点？ A. 解决了社会起源的问题。 B. 反对政府的绝对权威，严厉地批判政府。 C. 肯定自由及财产的重要。 D. 要建立人类行为及政治活动的普遍原则。13题为多重选择题。 10.演绎法与归纳法是17世纪在科学研究方法上的重大成就，对于各式各样
的学科也多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试问下列哪些学科较适合以法人笛卡尔的科学方法来探求真理 ？A. 化学 ，B. 天文物理 ，C. 生物学 ，D. 数学 ，E. 神学。11. 牛顿曾说：“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能看得更高，望得更远。”请问他所谓的巨人应是指下列哪些人 ？A. 亚里斯多德 ，B. 托勒密 ，C. 伏尔泰 ，D. 克卜勒。一伽利略。12. 科学革命时代提出的归纳法、演绎法两者比较，叙述正确者为何 ？A. 前者是用较小的个体、重个别的现象，后者是用较大的一般原则、重整体的了解。B. 前者重结论的通则能否经由实验证明，后者重推理过程上是否有问题。C. 归纳法为当时天文学家和物理家所采用，演绎法为现代一般生物、化学研究所采用。D. 两者可相辅相成，如霍布斯及两者先后并用。一、后者较需要数学的运用，且于科学革命时代后者亦较受重视。13. 有关近世欧洲科学革命的起因，下列哪些是合理的解释 ？A. 文艺复兴以后，学者将考定古籍的方法与态度应用于科学研究。B. 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会失势，不再干涉学术研究。C. 文艺复兴以后，大批古